哎，那不吼，已经结婚两年外，到即马阁无囡仔呢？这个话你莫藏在心肝内就好。清姐，啊，你讲啥？哎，清姐啦。嘘，叫做话多啦，伊咱小奶奶哦，一直拢无生啦，所以毛头厝哦，条工做要来有食啦。阿母，我是被忙着的，忙着上主观音三娃姐阿爷。上主观音给你托梦，就表示讲哦，你一定会有信呐。哇，你的差别是，一只鸡嘛才两条骨啦，你家贵只条骨都差一半。你赢阿母，一定会变作勇的，变变。够味了。